秦娥，唐·李白。箫声夜，秦娥梦断秦楼月。秦楼月，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。乐游原上清秋节，咸阳古道阴沉绝。阴沉绝，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玉箫的声音悲凉呜咽，秦娥从梦中惊醒，眼见秦家楼外一轮清冷明月。清冷的明月，每一年桥边青青的柳色，都印染着灞陵桥上的凄怆离别。又是一年重阳佳节，登上乐游原，秦娥遥望咸阳古道，可他那人了无踪影，音信断绝。良人不见啊，音信断绝，只有西风萧瑟，残阳刺血，浮照着那汉家帝王的陵阙。